我觉得世上原本没有圣诞老人，所有的惊喜和礼物都来自那个爱你的人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圣诞大餐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在腌制的时候来做一个蔬菜条沙拉，现在来做超好吃的蘸料，洋葱切末，鸡蛋捣碎，最关键的就是丘比沙拉酱。今天用的是味道浓郁醇厚的蛋黄口味，特殊的树脂屏蔽，双瓶口设计，粗细随心调。加入30克的丘比沙拉酱，一点柠檬汁、黑胡椒，还有黄芥末酱。沙拉完成啦，鸡腿也腌制的差不多了。腌制好的鸡腿裹上面糊，油温8成热，下锅小火炸15分钟。挤上丘比沙拉酱，增加风味，画线更有趣。撒上青木彩椒来装饰，外脆里嫩会爆汁的小香腿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